特办理失业金，最高15,600，最低3,200元。我们身份考纽约驾照、A 牌驾照，笔试中文，更新驾照及地址更改，办理外州转纽约驾照，更新护照、绿卡等各类证件，申请粮食券、政府楼、老人公寓和负担住房，退休金、医疗卡、白卡。哎呀，你看我们工作方法就没有。